选区，我的找你开始怕啊，有人怕你搞的讲，哎呦，这高端的，我们惊死啊！但是不敢打啊，学生你一样啊，我们自己看了、啊，你注意看这个情况，在去年的时候，人民有选择权哦，学生有选择权哦，什么叫选择权？来哥，我东洋的啦，塞诺菲的啦，什么的，我可以勾给你一波嘞，给你我这 brand 盲目啊，因为怕你告诉我，哎，我这是啥高端呢？啊，你往外怕，啊，你等去、啊。可以啊，他可以到你不要其他单位去打，那你就回去。现在政府推动的四个公费的疫苗都是有相同的效价、相同的安全性，而且在集体接种的情况下，我们就看他批货的情况来做。那如果有哪一位学生或者哪一位民众他不愿意，他要指定厂牌也可以，那我们会给他一张证明，他可以自己去诊所去接受这个免费的预防接种，所以还是有选择权。没有了，这个不叫选择权了，选择权是事先我就勾了，我这个我要打国光，我要打三鹿威，这事先的选择权，你是去了才知道说，哎呦，我国光我还怕，他你给他一张证明啊，我再提给我靠，然后呢，我就浪费时间，我还浪费国安会。然后我被人公费改成自费，没有，没改回自费。委员，你的印象是错的。实际上，他拿了这一张单子，他仍然是公费，不是自费。但是要挂号费哦，挂号费，要挂号费。我到诊所去打挂号费啊！啊，这个院长啊，我跟你强调在哪里？我不知道为什么薛部长对高端这么好。一路你们对高端从院长开始要一路护到底，高端的营收今年从一月到现在到七月零了、啊、zero 零零零零零，八月份有营收就是你们给他采购的，对吧？部长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在管高端什么营收，我们在看他的疫苗合不合格。我问你什么时候采购？差不多就是上八月嘛。对，请问你一剂多少钱？这我没有记起来了。200，平均240了，总共才四家的价格没有差很多了。平均到230到250多少？部长，我们都知道平均一剂是240，你总共采购几剂？高端的不总共不是、啊、全部大概是690几万剂，698点多，将近700剂，700万剂哈。对。700万剂，高端占70万剂，就是18%，所以好体贴啊，陈院长，以及我们的薛部长，好体贴高端工。哇，除了你老老家里没有米，1月、2月、3月、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，啊，人的疫苗都，人的疫苗都合格，啊，无你要哪敢排除掉？你就给他订单，不是？来，对啊，两位长官，听好哦。为什么大家谈高端设备？我昨天去跑选区啊，就有人看到说高端，就马上转头就跑啊，歪怕。他可以不用打，没有错。你光规包都不能被审。委员，我们在采购疫苗的时候就是公开招标，那公开招标就是看它的安全性跟有效性，我们不会有特别的排除。也薛部长在后面搞怪，你不知道这个标。从原来的最低价标改成有利标，这个是量身定做、啊，怎么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改成有利标，为什么不是这样？你讲，为什么要改有利标？那部长来讲，如果说还是用最低价标的话，我们会担心有人会低价抢标，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。请问你总共几家来标？一共有4家。啊，4家通通走了，什么叫抢标？对，但是他的，啊、但是他的提供的这个数量是不一样的。是，部长啊，院长啊，你不要把全国人民当傻子了，哦。你的想法不正确。如果说有一家他过去没有进来的，他用低价抢到的是比较多的量的话，那又有不同的故事了。自取是，请问有什么最有利标？
为什么要这里不要低价标就好了？因为要去评审各种不同的他的条件，包括他过去的这个经验。你过去过程呐、啊，啊，结果拢弄丢啊，都每一家都中奖。所以在，每一间承诺下数量就是这个样子。每一家中奖，结果真的，陈建仁院长、薛仁远部长对高端好体贴。请问你们有股份吗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没有啊。我想很重要的，我们在采购疫苗的时候 是要有足够的量，而且在很快的时间可以提供，让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预防。请问是不是国营事业？他不是国营事业，他是他不是吗？对，他现在做的疫苗，大家都知道，韩国进来的，劣势那个巴西蛋一蛋进来，一天进来包装。报告委员，报告委员，这个哈原意进来之后的这个无菌充填这个技术是非常关键的技术，你不要小看这一个。为其他几家都直接从国外进来，为什么高端不直接进来？大家比较放心一点呢、啊。这个在这一个国际上面哈，那这种疫苗的这一个制造充填，这个是常态了。对，我做一个哈小结啦。因为我时间有限了，已经占太多时间了，大家看得很生气的。今天你高端为什么高端这么黑？就是因为你当初 COVID-19 它的疫苗采购相关的成本资料封存30年，没有封存30年，因为你黑箱30年，所以就黑到底了。没有封存30年，这是错的。你现在可以马上解开吗？可以马上让我们看吗？他还是有这样，没有啊。他的采购价格，这早就他自己都公布了嘛。资料了，相关的资料有没有上权入国？那这个是还是依照那个保密协定来的年限去嘛？对、啊。今天高端之所以被黑掉，就是卫福部中的一个因，应该是有人黑的。有人什么？到现在为止也不给啊。我想谁在攻击高端，大家都很清楚了。我不用在这边刷个皮。你去问小孩子，你去问家长，你去问家长，大家高端。我们目前正在收集这些资料，到现在为止，各个县市并没有回报说有这样子的意见。我的里就有人回报了，高端还跑啊，造啊。那要看案件数量多少。我们目前收到的信息都是正常在司法。你要不要我资料给你？那是因为你把它盖起来了。你个案的话是没有意义啦，要看整体、啊。你就是把它盖起来，所以你不知道打开端。这个没有盖起来的问题。在学校接种罪很清楚啦，没有。请问你请问家长都没有什么选择啦。院长是，我觉得公开透明非常重要。当然，资讯公开非常重要。是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7大保证，7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